工人是人，不是牛马，不能听人糟蹋。工友们，都来念书吧！啊，工资不出头，念的书也翻不了身呐。这位工友解错了，工字顶大了。你们来看，上顶天，下离地，工人两个字加起来，那就是个天字。你们说，还有比天大的吗？这先生有学问，解得好。我们工人苦是苦，可也不至于是畜生，是牛马呀。养牲口也得要喂草喂料，老板监工只图自己发财，连工人的死活都不顾。你说，在老板的眼里，我们工人哪一点比牛马强啊？我们有了团体，那资本家就不好拿我们工人一个一个开刀了。你是个读书人，怎么煽动工人无理取闹啊？工人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，才罢工争取一个起码的做人的权利，这怎么叫无理取闹呢？香港的洋船工人跟英国资本家斗，粤汉铁路工人跟官府斗，大家说说看，难道我们就缺鼻子少眼睛，就甘心给资本家做牛做马？你们要是敢动一动雷主意跟韩某，我们对你就不客气。工人弟兄们，你们辛苦了，请大家再忍耐一下，只要我们团结的好，谈判一定会成功的。